大家好，我是奈，我今天要来讲换塑胶的四合扣。我手上这一件宝宝衣的四合扣呢钉错了，所以扣不上去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把错误的四合扣拆掉，就拿出尖嘴钳，从中间的地方新的地方夹个几下，等于是破坏它的构造。夹个几下之后呢，再用指甲把两个扣子分开，这个动作也可以用其他的工具来代替。好，扣子拆下之后，我们就拿出面扣以及我们要钉的弓扣，稍微压一下固定一下，然后拿出我们的锁压钳，将面扣与弓扣呢压合住，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扣子呢扣上去看是否正确。好，那换扣子就到这里结束了。